迪西各国钞票求财运，招募中线大促眉头。常常去国外跑啊，这里跑那里跑，可能会发现其实那个钱好像都守不住。那后来就是也是一个师傅就告诉我说，哎，你要不要试着西方的一些做法，就是你把各个国家的钱留一张，其实还放红包袋。其实我一直都放在这边，其实这个已经很多年了。我里面有美金，有哇，这个很好，欧元，这个很好了，这个对，就是留着我们当首尾钱嘛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